台湾人真爱观光旅游，竟然有人招团要去银座地府了。俗语讲，娶某大姊坐金交椅，规庄上烟斗烟斗贵，为着想拼大一几年某大姊，竟然要求好酒摊八分半干，带去游地府看嘛。还想要到一起咱再会，还烟斗贵金融永改变龙蛇，伊敢有机会见到伊的某大姊呢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九拜五暗时7:30，四川台湾烟斗贵游地府。